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咁我哋嘅基本订户咧已经系直破400,000大关，咁咧我哋会咧短期内啊，我会整一啲庆祝活动咧，系大酬宾啊！咁啊，乜嘢活动咧？我哋前先讲嗱，各位今日睇开呢个《风云谷》咧，记住啊，就唔好净系咧就听、啊，如果你手头有手机啊，或者有 iPad 咧，就要开着个画面、啊。一个画面咧就会好缤纷，好多嘢睇嘅，系嘛？好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听完一次，翻到屋企咧，啊，你有时间咧，你再睇埋一个画面版。好啦，咁啊，香港01咧专访啊，官仔骨香港商界政协兼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志思。今次陈志思咧就一啲都唔自私啦，将佢嘅感情同埋睇法咧唔会收收埋埋，而系一炮咧就向呢个香港01发泄。就嚴正指出北上潮持續市道淡靜，排山倒海而來的執笠潮不是我講的，于品海過香港另一講的，他說商界肯定是有感覺。於是呢陳志思就公開宣稱這個叫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導致的北上潮的確好大鑊， in his own words 叫好大鑊，甚至比過去金融風暴或者金融海嘯的影響規模更大。即是陈志思呢第一个呢指出而家香港嘅困境係大过1998年嘅金融风暴同埋2007年嘅金融海啸。2007年金融海啸冇事啊，因为呢大陆嘅温家宝嗰陣时啊係量化宽松发行最少40,000亿嘅人民币啊，大水浸大陆嘅市场啊。陈志思就话对于坊间种种啊嗰个痛苦嘅叫喊，包括减租、减税、救市，佢认为今日嘅危机杀到埋身，欠缺竞争力嘅行业已经救唔翻，真系咁惨，系嘛？啊，唔系话特区政府愿意提供资助咧就可以咧解决结构性嘅问题，而系要重新检视自身竞争力，思考如何包装自己，啊，做到即使咧人有我有，就更可以咧发挥出特色，绝处逢生。跟住陈志思话，当大家知道死到临头就开始识走起。哎呀，阴公，乜叫死到临头？唔系话由自及兴咩？行稳致远点会死到临头啊？加埋走咗230,000淤血，有大陆嘅新血补充，大把高才入嚟，系咪？点会死到临头呢？我唔系好信啊。阿陈志思系咪呢系好识得讲笑啊？系咪啊？跟住呢佢就话，佢话呢你要呢即系要呢包装自己喎。喂，请问你香港而家点包装呢？係咪係纪律部队嘅首领呢係做特首。佢嗰个形象同埋下下呢就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英国国会呢，呢隻包装呢就已经定咗格㗎喇喎。係咪你觉得陈志思觉得呢隻包装唔啱咩？点样包装？话香港嚟讲，我同你冇得包装香港㗎。是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包装香港的嘛。以前魏奕迅拍住呢个邓莲如，是吧，或者尤德拍住那个时的财政司夏鼎基，再加埋呢啲唐明志满堂呢个呢精英富贵，是吧，那个时香港嗰个包装纸在世界上见得人的嘛。不而家陈志思觉得呢包装唔掂呢，是吧。好啦，佢话呢今次呢感觉好强，觉得经济衰咗，夜晚九点走出街都冇人，铺头有好多唔见咗。咁不安呢就好似滚雪球，就越滚越大。嗱，咁陈志思呢嘅言论呢就特别呢系指出一点。哇，呢个呢就真系呢见人所不能见啊。佢话咁耐大陆即系佢所讲嘅中央次次送大礼原来冇用喎。送大礼即是变相养懒香港人，养懒了他们就是忘记了香港加强竞争力。陈志思这个结论是非常严重，因为你是直接否定了2005年大陆这个叫开放 CEPA 自由行，还有呢老董所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还有呢董生一向以来标榜中国是强大的后盾，
香港将来要面向祖国。咁啊，讲咗廿几年，而家陈智思一觉醒来，原来咧你系面靠大陆，同埋大陆咧泵水咧，原来咧嗰个作用系恶劣，系令到香港养烂晒，真定假嗱？我睇呢篇报道咧，香港零一嘅摄影记者好嘢啊，走去咧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影咗一张咧咁嘅商场嗱，我哋放咗大假三年啦。真系咧，恍如隔世喎！我唔睇呢张相咧，我唔信喎。原来时代广场居高临下啊，嗰个氹氹框啊，咁多层啊，原来真系吉晒喎！即系令我谂起啊，希治阁啊，嗰个电影嘅画面咧，你有冇睇啊？《迷魂记》啊，《迷魂记》咧，咪就系嗰个金发女子收尾走去个塔度咧上楼啊，然后希治阁用一个咧吓、啊、一个咧诶仰拍镜啊，系拍成从楼梯嗰个塔里边啊。系一个个圈咁样落，好似十八层地狱咁样咧，系嘛？呢个咧系第一，当时六十五十年代第一流嘅电影语言嚟嘅，所以咧今次啊拍呢一张，原来时代广场啊，系嘛？喺嗰种循环螺旋纹嗰种咧，一路向下嗰、那个建筑结构，一个人都冇咧，系好大镬嘅。香港咁样落去点算啊，鲍生？嗱，陶生，你睇到呢篇香港另一个报道咧，我睇完之后咧。哇！我真系好多个问号啊！第一个问号就系、是，咦，陈智思乜你原来当时咧系觉得呢个 SIPA 自由行同埋北水南流种种啊，所谓中央送嘅大礼咧，你觉得系养烂咗啊？当时你咩心情啊？当时你系咪用一个好难受或者系好勉强嘅心情去接受噶？定系其实你当时已经知道咗咁样系唔好噶？你唔出声啊！你假假地都系行政会议里面嘅成员，仲系召集人、啊。系咁，点解当时你唔向相关嘅特首有冇提过啊？包括个几个啦，系嘛？啊，曾荫权又好，或者林郑月娥又好，嗰时候你有冇提过？啊，冇提过，冇提过。咁点解你冇责任啊？嗱，呢个好奇怪。咁呢个先唔讲呢个部分，按下先。我想问啦，而家中央送熊猫嚟。跟住揾運動員嚟即係做表演，送大禮啊嘛，係啊。跟住開放高才通，係啊，俾啲人。仲有啊，咁呢啲係咪大禮啊？故宮博物院啊，又送完又送啊，乜養懶香港人、啊？咪先，咁如果以前嗰啲 SIPA 同埋嗰啲北水南流開放嗰啲咩投資嗰啲港股啊嗰啲咁嘅嘢，大陸股票 A 股啊，係養懶咗香港人。咁而家頭先我所講嘅熊貓經濟、運動員經濟，加埋高才通，加埋故宮嗰啲所有嘢，咁而家咪繼續養懶緊香港人咯。係啊，咁你千祈唔好要啦，你叫趕翻啲熊貓走啦，係咪啊？叫啲運動員唔使嚟香港啦，仲有咧故宮啲嘢送翻俾佢啦，啱唔啱啊？係啊，咁所以咧嗱，即係咧，當然啦，陳智思咁樣講咧，係亦都係迷途知返啦，啱唔啱啊？尤其我非常之欣赏佢咧，系指出话香港人咧北上消费咧系好大镬。嗱呢个咧亦都系摇应咗我哋嘅风云谷两个月前一早讲咗。你自从林郑月娥推出呢个叫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就系判咗香港嘅死刑。所以呢个女人咧系香港嘅历史罪人。政治上佢推出送中法，搞到香港而家今日咧一个咁嘅死局。在经济上的推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是怼冧晒香港的飲食业和基层的消费。哇喂特别林郑我们香港人前世没有欠你啊是吧你使不使这两镬咁毒啊是不是啊现在陈智思亲自出来讲 啊你这样北上消费好大镬啊唯一矫正的就是取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咯。系嘛？但系呢个易请难送啊！你而家取消得到咩？取消唔到咪眼白白睇住永无休止嘅内出血咯！啊，你点敢啊？啊，你一旦你话而家要冻结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你咪即系经济港独？你唔怕大陆嗰啲小粉红啲战狼怼到你飞起啊？但系而家咧，你开咗个闸，冇得停啊，系嘛？嗱、啊，所以咧，你睇睇啊，啊，你睇下个时代广场，我哋再欣赏呢张相啊！那个图案啊，喺个美学上啊，我睇下嗰个回旋楼梯咁样落，系一个人都冇啊！我哋唯有由美学嗰度欣赏。香港零一点解会变咗 Hebe 噶？咦，嗰啲系 YouTuber 走去拍嗰啲死场啊、执笠铺噶嘛？而家香港零一夹埋陈智思做咩啊？而家唱衰香港啊，死场。
咁你唔好批评佢。咁而家我哋只系靠香港零一呢个咧有限度嘅新闻自由嘅窗口先知道真相噶啦，啱唔啱啊？咁、嗯、你唔会影响啲两送饭几兴旺啊嘛？你香港零一应该系咪先？系啊，咁啊系嘅。咁啊咁啊，阿陈志思话减租解决唔到问题、啊，以餐饮嚟讲咧，主要三大支出。啊，嗰、那個咧，嗰、那個成本咧就係、是、食物嘅材料就佔三成，租金三成，人工四成。阿陳志思計到條數啊，就算你租金跌咁啲，人工唔會跌得到，食物成本亦唔會少好多。咁所以咧就一齊死，大家冇可能鬥平。講平你點同大陸爭？即係佢所講嘅內地。好啦，咁陳志思，你覺得有咩出路咧？係嘛？嗱、嗯，呢日係咪阿媽係女人？我当你唔系唱衰啦，香港零一咁跟住点咧？你要香港改个包装，点改咧？系嘛？嗱，喂，你咧穷则变就变则通先得噶。喂，条死路行唔落去，你应该另寻生路啊。佢有讲、哦，佢提出佢2007年咧，佢跟马时亨咧就去沙地阿拉伯考察。咁佢话咁耐以嚟咧，一路都冇做到嘢，直至咧李家超咧带团咧去中东各地开拓商机。咁佢话咧，其实可以开拓呢啲国家，即系括住系中东啊嘅市场。咁啊，打好关系，于是有成果。咁我估佢嘅方向即系话咧，嗱，你唔好靠大陆啦，而家大陆唔掂，冇水。咁你应该向中东呢啲国家咧去揾商机。进发系啦，唔系呢个亦系好大嘅改变或者改革、哦。阿董同埋梁振英两任特首都强调香港背靠祖国噶噃，咪系咯？你揾翻啊十几廿年佢哋啲讲话啦，系嘛？要加强内交、哦，乜而家你推翻阿董同埋梁振英背靠祖国呢个大方向大方针，要背靠沙地阿拉伯？喂，呢、這个系嘅话，喂，你要香港喂，系一个好重大嘅改变嚟，佢背靠呢个向沙地阿拉伯进军嗰度啲沙漠仙人掌。同埋咧，中東清真寺啱唔啱？喂，你點樣吸佢啲金咧？其實我哋一早都講咗啦，你只能夠吸沙地同埋俄羅斯啊嗰啲錢過嚟。沙地嗰度整到中東王子5亿啊，呢、這個家族基金咪揸家族辦公室咪流皇馬咯，係咪啊？喂，你要揾出路至得噶，唔係淨話香港點死點死啊！嗱，我以身作則，我哋唔係得把口嘅。我哋风云谷呢轮啊，系咪据理咧就话而家英国好唔掂先？系啊，系嘛？又暴动啦，系嘛？出街治安又唔好啦。话身为小黄人啊，即系唔系黄丝啊，系你块面系黄揿揿嗰啲中国人啊，听讲行出街啊，又会俾啲黑人踢啰柚啊，系嘛？去啲寄宿学校又俾啲鬼仔啊冚两巴啦，因为中国人形象衰啊，系嘛？同埋通街露宿啦，学啊呢个咧通街又吸毒啦。我话英国形象衰啊，冇出路，我咪揾出路啦。点出路啊？嗱，你睇一个背景，啱唔啱啊？我而家喺边度啊？喺个邮轮。呢、這个邮轮咧，其实咧唔系话高级嘅，系叫 MSC， 系中产阶级。喺欧洲西方文明社会嚟讲咧，系穷人嘅邮轮。嗱、啊，我冇钱啊，胜在个陶杰人缘好啊。今次咧有一啲咧朋友咧系招待啊，免费食宿。我自己顺便亦系踩线同 P 台嘅朋友，我出面咧会做啊一至两团啊呢个邮轮啊，系嘛咁咧嗱，因为咧最紧要系拣经济实惠。点解我要上邮轮呢？因为英国冇环境啊嘛。喂，邮轮好贵唔贵啊？系啊，12000咋，十日啊，即系1200啊，一个双人房。如果你同同性或者异性嘅伴侣嚟咧。即是1200元，120磅，包食住啊，三餐啊，同埋喺度瞓啦。如果你话拉长啊，108日嗰啲仲平啊。所以你喺英国嗰啲 BNO 啊，如果你觉得冇出路啊，你不如搬啊，搬去边啊？嗱，不过又唔得，5+1，你要焗住咧，又留喺个陆地啊。咁咧，我自己好彩，戴卓尔夫人嗰阵时已经俾咗本英国护照我，咁我喺呢方面又好彩过。不过你哋唔使气馁，你等到5+1咧就可以咧，系行我呢个 option， 就系搬上邮轮，仲平过喺英国。英国而家百物腾贵，啲嘢又唔好食，系咪？啲人咧有种族歧视，据说，所以咧我就搬上嚟啦。你睇下嗰个时代广场啊，咪吉嘅嗱，我而家睇个片段，就系、是、今晚我喺呢个咧呢个
邮轮叫 MSC 个中庭嗰度啦，嗰、那个建筑结构又同时代广场嗰个中庭啊系类似嘅。你睇人山人海，嗱睇睇到啊，全部西人喎、啊，系嘛嗱啊，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亦有英国人，亦有咧呢、這个咧少量嘅美国人。嗱、啊，你唔好以为佢哋系富贵、啊，佢哋系算系叫 lower middle class 嘅中产嚟嘅。系 MSC， 如果你玩开邮轮，你都知道咧。唔系游轮里面嘅贵卡士，贵卡士系以前威沙前身威沙后来嘅昆日 ，Queen Victoria、Queen Elizabeth 嗰啲啊，系嘛？或者咧，我以前啊坐个水道钻石公主号啊，嗰啲系贵嘢喺日本。喂，呢只 MSC 其实好碎料，你知唔知啊？但系呢只船你唔好睇少啊，今年年初落成啊，造价40亿美金啊，仲有啊，呢啲游轮而家咧。是不卖香港的。嗱，我唔知道香港嚟家个启德邮轮码头啊，一个有几多只到啊？嗱，你睇下，你话你而家西方经济差嘛，英国死啊嘛，咁点解啊？啊，我呢度三四层啊，十层八层啊，系人烟呢、這个咧，系人搭人啊，喺好陶生陶生玻璃花市啊！我温馨提示啊，喂，你咁样咧，有人会觉得你晒命噶，唔系晒命啊！咁你又叫人咧，叫人唔好嚟英国，你又咁又喺度话咧可以上邮轮，咁啊，喂，佢哋轻机啊，佢唔知咁样应该系点做。我系鼓励嚟英国已经够咗上半场，哦、你咧仲有两年半，系嘛？而家好凄凉，就觉得冇希望。我是鼓励 BNO 人士挨埋呢两年半，就好似我咁、啊啊，就可以搬上邮轮生活，就远离英国呢个活地狱啦，系咪啊？其实真系有啲咧，外国嘅退休夫妇咧系住喺邮轮，当然啦，一年里边、啊、大部分时间都住喺邮轮，间中可能去探下啲朋友啊，啲仔女就住喺嗰度。嗱，系嗱，我俾你睇睇个环境 ，OK？ 好啊，好啊。嗱，而家咧就夜咗，嗱，头先你睇到啦。系嘛？你见到咧，嗰度人山人海，可能心理唔平衡。我俾你睇翻平衡少少，咪又系一样加嗱，你睇唔睇到啊？系、哦、好大、啊，大唔大啊？成个商场咁啊，大到嗱呢、這个商场而家空溜溜，大家睇下咧嗱，系嘛嗱？因为夜晚黑啊，而家咧我哋录影嘅时候咧系就翻香港咧，而家啲人翻就火翻房瞓啊，你听嘛？呢、嗯、只船犀利啊，知唔知啊？系系嘛？劲过呢个拍科幻片，唔系我中意佢新啊啲片场新啊，系 啊， 啊，买屋要新，坐船亦都要新，金碧辉煌嗱，呢度咧就系、是、今日头先人山人海，系旺过殖民地时代年宵花市啊！你有资料咧，音乐会翻嚟要俾下我，跟住咧睇下到时出年咧系咪你真系咧招待下风云谷嘅啊会员啊，我会嘅，我喺度搞紧啦，我喺度咧踩紧线。系同风云谷嘅会专柜会员同埋我自己嘅 patron 咧，比较紧个价格啊，我做好多 research 噶、嗯，啊呢、這个地中海、爱琴海同埋呢个北欧，嗱、啊、我啲水咧就喺哥本哈根上岸，就去挪威买三个 pot 嘅啫，听日咧就会去睇冰川，跟住咧去埋北极再兜翻嚟，系嘛、嗯？所以我哋啲好喂做风云谷好辛苦噶。文文前咬开有血噶，你唔好以为咧我好弹，系咪？你觉得我住下坐游轮坐得好开心咩？我系 boat people 嚟噶，系咪？海上你唔系法国坐橡皮艇过去英国嗰啲，唔放心。咁啊好过佢哋少少啦，因为我已经有英国公民权，所以我今日咧就鼓励下香港啊喺英国嘅 BNO 吓、啊，就系、是、咧你挨埋呢两年半咧。就可以离开英国噶啦，系嘛？啲仔女入晒去读大学，你两公婆有两层楼收咧，就搬上邮轮嗰度生活啦。咁先系噶嘛？呢啲系叫揾出路啊嘛，系咪？嗱，我哋会员冇运行啊，咁点啊？坐喺度等死啊？同英国一齐六沉咩？我哋喺风云谷嘅会员咧，其实我哋有一集啱啱出咗街，就系讲紧咧 BNO 下半场咧呢场波点样打。咁其实我哋真系讲咗啦，如果过咗一半嘅。坚持埋佢，如果未过一半或者头一年你真系动摇嘅咧，你可以考虑回流。嗱、嗯，呢两个留翻我哋喺会员专享嘅集数里边先。系，冇错啊，即系我呢啲系福利嚟嘅，呢啲福利嚟。系啊，讲翻个陈志思个经济先啦。咁啊，所以其实陈志思咧而家个态度咧就好似褪后咗一步，件事唔关佢事，同埋咧佢喺行政会议里边咧佢冇。
啊醒觉到啊冇 say 或者冇醒觉到，但系佢仲批评香港咧呢、這个有一个唔好嘅态度。我估佢系批评紧做生意嘅人啦。佢话唔好有大香港嘅心态。佢话咧呢、這个心态咧，觉得东盟国家好似印尼、菲律宾一定落后。但系佢话讲真咧，其实呢啲人嘅接触点只限于屋企嘅菲佣同印佣，咁唔代表佢哋认识呢个国家有几多机遇啊？咁啊，所以佢话咧，唔好摆出个高高在上嘅姿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咧就觉得人哋嗰啲只系卖平货啊，冇前途。突然间又变成一个长辈咁教训啲香港生意人，唔好不带香港喎、啊。咁唔好带香港。咁啊，当然啦，即系阿陈志思佢系做暹罗嘅金融银行界出身，佢梗系有国际视野啦。佢见到你班嘢去沙地阿拉伯啊，佢咪觉得偷笑咯，系咪啊？咁、嗯、其实泰国嗰度环境都唔错㗎喇。点解我会好欣赏陈志思呢个访问呢？因为六个字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佢都入特别系呢一句，佢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例。啊，佢严正指出，前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有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两地夹击。佢话你香港有可能整个故宫博物馆吸引游客。啊，佢自己当时系首任董事局主席。嗯嗱，佢话你谂下，北京同台北两大故宫，佢哋嘅藏品数量多到不得了。香港嘅藏品只系得个零头，仲要借翻嚟，三者一比较，令人觉得香港最冇料。当时我谂嘅就系人哋点解要嚟香港睇故宫？有道理，有道理，我哋光明，我哋呢个风云谷两年前讲咗啦。喂，大陆老鸟落嚟，你叫佢睇熊猫？系咯。喂，喺大陆熊猫咧？喂。唔系，人哋点解要落嚟睇故宫呢啲咁嘅零头嘢，同埋睇熊猫啊？哇，陈志思好嘢啊！呢、這个洞见创建啊，唔知佢系咪睇开我哋风云谷啊？嗱，我唔敢讲陈志思执口水尾，但呢个我哋咧系两年前已经讲咗先噶。系啊，英雄所见略同。但我唯一觉得，我希望佢唔好十几年之后先话俾我知，原来熊猫都系一样。冇十几年后先话俾我知啊！你而家讲系咪先？喂，佢话喂，佢要做咗呢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个董事局主席，佢先知道香港故宫博物院系废噶噃。咁你当初你又唔 stop 阿林郑阿大家姐玩呢铺咁嘅嘢？你明知唔掂，你仲坐主席位？几廿亿，系咪又倒咗落海咯？啱唔啱啊？系咯。咁啊，自问自答，陈志思话：啊，唔通我又要整个紫禁城出嚟咩？就算整个出嚟都变做世界之窗啦，点同深圳竞争啊？嗱，咁啊，陈志思原来痛定思痛喎。咁我哋最正系咩咧？咪维港咯。于是决定用维港做背景，可以望出海连接中。乜你而家先发现，而家香港最独特嘅就系维多利亚港啊？咁你呢几年搏命要模仿大陆做乜嘢啊？你要整个故宫博物院同埋整两只熊猫嚟做咩啊？喂，你觉得大陆嘅小红书睇得起你咩？喂，而家你先知错啊！话要用西方手法重新演绎中国元素啊！啊，好笑啦！咩叫西方手法重新演绎啊？喂，嗰只以前南华早报嗰只乜头啊，威廉何顿嗰阵时啊，呢个苏斯王的世界嗰只帆船啊，咪西方手法重新演绎中国元素咯？海防博物馆啊，咪就系西方嘅手法啊，去演绎香港呢段太平洋战争史咯。系嘛？咁你而家又要话全部啊，系要改造话咩东江游击队啊，系抗日主力，啱唔啱啊？你叫呢啲嘢叫啲大陆落嚟睇啊？人哋就想落嚟睇嗰阵时太平洋战争英军点样正面抗击日本仔，你应该喺大潭水塘道下边同埋黄泥涌摆翻几个咧系街边嘅博物馆，同埋摆翻个纪念碑，呢啲咧就系中国人，尤其下一代。想睇到嘅你所讲嘅叫西方手法演绎中国香港呢一段嘅历史元素，而家唔系喎，阿陈 Sir， 成个特区政府由林郑开始咧，系同你呢番说话系背道而驰喎，点算啊？系我觉得咁，我就觉得香港应该起多三个博物馆，第一个咧就系、是、呢个扶清灭洋博物馆，啊啊、第二个。就是呢、這个呢、這个咩反英抗暴博物馆。哎呀，系啊，起翻佢。将嗰啲放炸弹嗰啲咧，系平反做烈士，系咪啊？
然后将咧嗰阵时啲土制菠萝咧摆翻几个喺度，系嘛？嗱，嗰阵时咧系点样炸死啲白皮猪嘅，啱唔啱啊？呢个喂，你整多几个，你好咁都好过整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啦，系咪啊？系啊，啱唔啱啊？所以佢而家终于迷途知返，知道大镬。喂，你知道大镬迟过我哋风云谷两年啊？其实我二十年前都知道你大镬，我二十年前就知道香港呢班土著啊。是港人治港是一定弯的，知唔知啊？喂，都好啦，知啊？陈志思起码如梦初醒，起码都醒啊！起码佢而家呢一刻醒都冇用，佢冇权啊！而家佢已经唔系行会首席发言人，首席召集人，哦、就算系都冇用啊！喂，李家超会听你知定？又系嗰句，佢喂你而家讲啦，系嘅时候又唔讲，而家先讲，系咯，系咪？啊，跟住佢就讲埋啦，佢话咧吓。就咧，熊猫经济吓、啊、要经营得宜吓、啊，又系呢句啊，啊好嘢，真系要赞啊陈志思。熊猫大陆好多地方都有，点解我唔去四川睇？人哋环境做自然、哦，海洋公园要做嘅系以自己风格，以一样内容演绎唔同感觉嘅发展方式。佢句句嘅意思就系要香港去中国化，去大陆化。是翻翻以前殖民地时代嗰只海洋视野同埋国际化，小心啊！呢啲说话嘢若可以乱食，喺呢个当前嘅政治气候，说话唔好乱讲啊，系嘛？跟住陈志思话，听到坊间好多人怀念过去经济发展模式，希望能回到过去。点样想回到过去？九七前过去咪即系咪米字旗殖民地时代咯？系啊，系嘛？唔怪得最近有左报有篇文章就话香港仲有好多人恨不得啊一世系做殖民地子民啦、啊，嗱、這、呢个唔知咧，咁呢种闹啊，嗰、那个目标唔知包唔包括埋阿陈志思啦，系嘛？嗯，所以佢话吓政府出手帮一个行业，啲人就会问点解唔帮埋佢？其实有啲行业有得救，有啲未必可以。殖民地时代五十年代通山木屋，系嘛？呢个咧九龙城寨。再加埋咧呢啲咁嘅呢个榕树头啊，仲有大笪地。喂，殖民地时代几时救过你啊？啊，吴楚凡话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吴楚凡冇话港英为我，我为港英哦。系嘛，坐香港嘅 DNA 从来系政府冇得报、冇得帮、冇得救噶。人哋呢一条药方，英国殖民地管治啊，就经营到不止一个东方之珠。亦都经营到个三千年来中国人社会啊，系最适合人住嘅地方，唔系咧，受咩咁多人着条油仔，着条油水裤啊，啊揸住啲乒乓波喺流浮山嗰度上岸啊，系咪啊？嗱，而家陈志思呢个访问啊，难得得到于品海博士啊嘅香港零一咧，系正面加持。嗱，而家咧喺度嗌改革，咁啊希望陈志思将呢一套重要嘅思想啊。啊！怼埋俾阿曾玉成，啊，然后阿泽成喺而家呢位警察特首照住呢个方向去改革啊，好唔好啊？啊，起码你都知道冇 Q 用啦，系嘛？故宫博物馆冇用啦，熊猫经济冇用啦，猪咪好咯，系咪啊？都 IQ 都几高啊，系咪啊？啱唔啱啊？啊，所以咧，只路系人行出嚟嘅，你睇人哋啲 MSC 啊，都与时俱进啦、啊。佢而家咧呢只话俾你听，而家咧六七十岁嗰啲老嘢啊，原来已经啊系廿几岁嗰阵时系跳 disco 噶。呢只个装修点解咁 modern 咁 modern 啊？甚现代主义啊，已经冇 Titanic 嗰只，因为夜晚冇 ballroom 啊，冇华尔兹跳啊，跳亲就乒乒乓乓 Saturday Night Fever。原来眨下眼，而家嗰啲老鬼六七十岁。就系、是、呢个叫以前细个系油脂啊，就系摇滚乐，佢哋已经唔识听 Alpha Maria、舒伯特啊，或者呢个咧 Rossini 嗰只乡村骑士嘅中段嘅乐曲。原来古典音乐同埋华尔兹、蓝色多瑙河嗰啲 Ballroom Dancing 冇晒啊！我哋啲坐上轮船啊，上游轮系做埋功课噶，你都净系饮饮食食咩？啱唔啱啊？所以我哋风云谷好辛苦噶，知唔知啊？唔好以为我哋坐喺度咧发达啊，知唔知啊？啊，各位啊，即系各位施主啊，所以咧你要加入啊，我哋嘅风云会系嘛？所以你哋咧，即系有时一啲嘅
捐献咧，唔系白花噶，知唔知？而家几多点啊？应该水静河啡，点几钟啊？你知唔知？我应该瞓觉啊！清朝8点要喺甲板集合上冰川啊！到时就拍两段啦，俾大家睇下好嘛？系啊！所以啊，你睇下啦，我哋今日供风云快讯讲顶泰丰点样执个14间，然后讲大陆呢只通缩。啊，同埋呢只叫断崖式嘅经济滑落，呢全部系大陆啊，佢哋自己嘅资讯。然后下边就讲埋引述埋陈志思，而家终于知道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大镬。然后我哋风云谷带大家去七海嗰度观赏风云，睇下世界嘅呢个咧视野。我赞成。大嗱，陶生啊，叫做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啊！呢8个字系孙中山讲嘅，嗰阵时佢喺檀香山坐火船啊，知唔知啊？系啊，系嘛？坐喺个翠亨村去檀香山，就系、是、坐只大船经太平洋，佢话见到咧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啊，然后方生革命之上，我就唔会啦。革命你唔好遇我 ，OK？ 你遇翻等啲中国人慢慢他艰辛摸索，佢格到够，我同你咧就喺度同。风云谷咧，同志同道合嘅人分享一下，有咩饮食资讯啫？我都响应你啦，我月底咧亦都咧出发啦，啊，哦、去进修一下，咁我就去北海道，系咩？咁、啊、亦都同咧我自己 Patreon 嘅朋友咧，同埋啲会员咧就一齐聚一聚。咁啊，去北海道咧都啊唔系净系饮饮食食嘅，我哋都要睇下咧日本嘅开拓历史，同埋北海道再北少少咧，啊，有北方四岛。对面有富业岛或者嗰个叫做海心威，唔系富业岛，系华泰岛，用翻日本嘅原名。好啊，系系咁啊，佢亦都凭吊下咧吓呢啲呢个明治末期咧嗰、那个啊湘莞之战啊、哦、啊，即系呢啲明治维新之前嘅呢个内战。咁我哋喺沿途咧亦都会考察历史。咁所以咧嗱、啊，其实我哋真系咧，除咗喺英国之外咧，咁啊。啊，趁可以嘅话啦，咁出去行下，双龙出海系嘛、啊？我自己都学下嘢。我11月27号咧都同 P 从嘅尊贵会员咧，就喺京都有一个叫日本精英行，邀请啲日本嘅画家朋友，我自己嘅嗰啲系嘛？系，同埋咧嗰度嘅有识之士咧，就揾一个咧系日本通咧喺度讲述日本嘅精致文化。咁当然亦都有好食，呢、這个咧系11月。咁啊，出年嘅5月和7月咧，亦都有一个游轮，所以我今次咧系嚟视察。咁啊，啱啱好咧睇到阿陈志思呢个访问咧，我觉得心旷神怡，心情大咧，因为咧真系啊佢回应咗风云谷啊呢两年啊嗰、那个论证嘅大方向啊，即系呢个香港多啲好似陈志思呢啲啊，即使后知后觉但系谂通嘅精英，咁你咪有得救咯，个个喺度萌塞。啊！喺嗰啲咁嘅小学派张咁嘅性压抑、性冲动嗰啲咁嘅咩咩嗰啲咁嘅承诺书，你香港咪玩完啦，系咪？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继续订阅同埋 like 我哋嘅《风云谷》，加强我哋推荐，下一集再见。呢个网络世界咧，泰晤士河畔咧，都一样可以咧，系俯瞰世界呢一个风云谷。风云谷两岁啦，我哋嘅订阅人数已经向紧40万进发，有咁骄人嘅成绩，全赖大家喺世界各地嘅鼎力支持。为咗令我哋有更充足嘅资源，做更充足嘅资料搜集，以及台前幕后都能够继续精益求精，做得更好，我哋呼吁大家帮下手，以行动支持我哋，利用超级系列打赏，以及加入会员专属频道风云会。赖清德烧美琴咧当选咧，呢个咧系美国啊，其实暗松一口气最愿意见到嘅结果。共产党同国民党都系同一个列宁嘅祖宗。肥妈系一个咧系南斯嘅无知啊吓嘅群众嘅一个非常之杰出嘅代表人物。特区政府个施政系令到南斯啊喺嗰度抗拒，如果要俾我睇错啊，判咧就个个都会判嘅。但等 Donald Trump 上台翻嚟咧，係會有轉機。張五常個花名叫傻佬，黎智英個花名佢叫癲佬，即係呢種性格，我哋一般尋常嘅凡夫俗子咧，係難以理解。嗱，呢啲叫偏偏我咁樣吹咧，係咪覺得同林鄭同埋梁振英有某種嘅雷同？恭恭敬敬咧，送阿金融上車。
跟住同隔離嗰幾個社長做咩？頭先聽到阿查生講咩啊嘛？照佢相反嘅去做。蘋果係唔會有連載小説。係啊，所以佢冇小説。冇小説嘅。好多年前佢話俾我聽，係啊，係嘛？我係俾佢統戰啦。咁我有統戰嘅價值啊，吹咩？佢覺得自己咧係好有成就感，連林作如果都瓜埋，所以林作出嚟，佢阿媽壓住佢道歉，係唔係收到電話咧？未來咧就應該係陳國基同埋鄧炳強呢兩位人才之爭，沈旭輝係百席嘅婚宴，成千人咧，呢、這個咧就後邊咧佢個師傅葉國華。就是做緊一個秦代呂不韋的角色啦，係咪？呢個好明顯啦。其貨可居，盡啦。嗰陣時咧，係確實係想捧沈旭輝出嚟嘅。呢、這個叫梁文道、蔡東豪叫我喺香港電台過去。阿草，我揾你做光明頂，我一個點做啊？我要劉天池，唔使劉天池啊！我同你咧盲婚瓦嫁，有一個叫劉西良。跟住劉西良就楞住咧，沈旭輝啊、葉蔭聰啊、梁啟智啊、朗鐵呢班人我唔識嘅。梁啟智未到，啊，黃偉麟係黃偉麟啊，呢班全部係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呢條友係好唔信我嘅，係因為喺牛津嗰陣時咧，佢係受嗰啲左膠污染嗱，我唔識佢嘅。呢、這個咧亦都係一個咧中共咧，我相信喺香港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嘅對象。而家只要进入以下链接，就可以即时揿加入风云会，同埋涛生爆锤嘅 Patreon。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中，仍然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两年以嚟对风云谷嘅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